美国太平洋海军陆战队司令中士中将夫妇今天下午3:45乘专机前来我国访问3天。我国海军总司令宋长志上将和海军陆战队副司令耿继文少将等曾经前往机场欢迎。中士中将访华期间将要拜会我国国防部长黄杰、参谋总长赖明汤上将、海军总司令宋长志上将，并且还要到南部参观我国海军陆战队的各项训练和设施。